我是 Nine Girl 宝宝。啊，不会，你给到这，行不行？来，那我们的这个呢，呼呼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我们呢，要怎样呢，才能获得呢这个 Nine Girl 这么漂亮的照片呢？哎，这个很珍贵哦，这今天才有。今天才有，就等一下，叫得出我们的名字的就可以拿到这张珍贵的小张的小海报。好 ，OK， 那呢，我们呢，刚刚我们的这个团长，我差点把名字叫出来。好，我们这个团长说到呢，只要你可以正确的答出他们四位的这个名字。哎，你刚举手是又丢的还是？哎，我忘记了。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是吗？好，那呢，我数一二三啊，那我们的团长先啦，就从我左边这位开始，好不好？这样比较有这个规律的哈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团长那个谁？他真的，他真的很好。这位前面这位摄影大哥，等一下我要问的不是我嘞。哎，没关系 ，OK， 请问，这个淘宝。宝宝，是吗？对，不是，哎，不是叫智能宝，宝宝，耶，谢谢。哎，你有没有签名？哎，今天来不及签，对不对？我们签名太丑了，太丑，是没感，直接印上 darling 这样比较快。对，好，想要签完，等下可以私底下。对，我代签。来，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，由我们这个左手边这位来，一样是一二三吗？还是你有想一个比较特别的？哪一个比较特别的？对，还是一二三。三二一，还可以。好，我们现场的你数还是我数？我跟你们说，这个真的非常难得，这个是昨天刚印好的。哇！所以外面是拿不到的。所以今天是第一批，对不对？也是第一批，也不会第二批了，就是为了今天这场盛会准备的。哎，所以要好好收藏，好不好？你们只带这样而已吗？还有，待会可以给我一张吗？我也要做纪念。接下来我们下一个问题，我们叫什么名字？大林哥，哎，我起数三二一，还有，大声啊！直接说出来好了，这个直接由我们这一位收好啊，收好！你如果不见，我们会生气。只有今天才有。好，对，我们这一团就是来自我们台南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不要让我大林哥死耶！接下来，总共只有准备四个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四位这样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问题，不然举一二三举手，然后跟我猜拳猜赢的，对。可以，猜拳不太无聊，要不要海带？没有，要凯沃。哎，凯沃拳，哎，老师，我们音乐要换一下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哎，这果然是跑趴女神，对不对？来哈，所以你要选猜拳吗？猜拳比较快。好，等一下会有凯沃吗？我想要看，换就你好了。好，猜拳好，那由我们这一位美女哦，来，我们来倒数咯，三、二、一。哎，你准备好了？好，这么遥远吗？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那要输了耶。要不然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三战两胜啊，好不好？三战两胜哦，剪刀石头布。有了，1-1。好，要给他的啦，来，谢谢哈。最后，我们下一位这个美女，是她嘛，对不对？是我宝宝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想请问大家，我们今天的活动是哪个办单位？哎，怎么说到重点？我看一下，哎，有遮到，没关系。好，我数一二三哦，一、二、三。来，前面。选手干掉高，哎，我们是说主办单位，主办单位，哎，对，你说的是今天我们这个呢活动的这个意思啊，没错，但是我们今天是说主办单位哦，对，好，我们再重来一次，如果你举得够快，一样还是你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现在是要赶快查，要赶快找好，快点，不要让他们有找好到时间。一、二、三，前方出国行。原来不好，对，耶，对了，就这样就对了。
答对了。来，我们的这个最大就是我们的这个最大是我们的联发书房，是我们今天的赞助单位，它一整台都在我们的这个呢看板上面哦，所以大家是非常非常感谢呢我们的赞助者啊，特别感谢到我们的主办单位是我们的太子活动企划，还有首都烟火，来谢谢，来一样掌声了好不好？非常的辛苦哦，因为呢在我们今天这个时间，我跟我们的 Darling Girls 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，接下来是要凯沃时间是不是？这么快就要跳来凯沃一段啊，好不好？现在太早是不是？还是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来？晚一点，大概12点差不多，要到12点。天还啊天哦，玩这个游戏啊，暗暗的对不对？好好 ，OK， 来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是就要留到后面？你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要问一下？哎呦吼，有人讲得出我们四个其中一个的粉丝专业吗？难呐、啊，我告难呢、欸，难呐、啊，明明就很简单，都不知道，那你得嗨啦！你现在正在查是不是？好，查到我的可以给你，查到我的，他查到我的啊，他说真酷宝啊。还有人想要海报吗？还有没有？我可以看一下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我看不到。这里呀、啊。我看不到。海报。谁要海报？你要海报？那你跟我讲手部，我出石头哦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，我很诚实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诚实，就是想把这个小张的海报送给大家。还有谁海报？举手。谁？哦、很多人哎、欸，左边跟前面跟右边，你可以看得出我的年纪吗？哎、欸，这个好难，好好说话，12岁好好说话，我几岁？8岁。哦，可以啦，恭喜我们这个哎，我们这个可以最对面的那枚技术，我们的执事哎、欸，你想要海报对不对？你想要海报吗？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哎、啊，你好，不用过来，我自己过去。好，哎、欸，你要跳下去是不是？这里可能不好过去，你可以来抱我吗？只是可，只是要过来抱你。来，他有老婆，老婆，那老婆，我跟你讲，人牌很多，老婆来抱。来了，我们想要这海报就直接啊，好不好？感谢你，也是要做纪念哦。会啊，会啊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在家里还有吗？还有想要海报的吗？我剩下3张，剩3张哦，我剩3张哦。走秀一下啊！我问你，大林里面哪个最漂亮？你把我们3个当空气是不是？加我4个，你把他们当空气是不是？没关系，这句我喜欢。好，你这样子放水很严重哦。再来哦，很重要的哦，倒数2张了，还有谁要？还有谁要？想要的举手一下。我发现他们好不热络。对，是怎样？因为该露的都有露，事业线也有。那先鉴定一下就对了。谁？阿公？啊、不是哥哥，哥哥姐姐不可以叫人家阿公，对，叫哥哥。刚刚外面的那个警卫，我要停车，他跟我说你要叫我哥哥，我才给你停车。好，马上叫哥哥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还有谁要？张一张，尖叫声一下好不好？尖叫声。只有他有认真在听我说话，男人就是要需要肺活量。来来来，好，好了，我们海报发完喽。那等一下的时候还会有另外一批海报，所以你们不要走。没错，不要走，因为今天只有我们这边最热闹，所以我偷偷说嘛。哦，其他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会更年看风景，就是这边最热闹。真的。那我们的哎，好像到晚上12点哦。对，我们到晚上12点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好朋友记得留在我们的会场找的，谢谢哦。那你好，哎，就在那里，林叔啦，技术啦，麦来。